好的啦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好，小快点卸台，卸表冻箱。好。哦，哥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要换衣服，还要帮大家一起收道具，你要等我很久哦。没关系啊，我等你。宇安兄，这样吧，一会儿我送小红回去，我保证安全送到。对啊对啊，就让杨华哥送我吧。玉安啊，你妹妹都已经有护花使者了，可我还没有，好让人家伤心呢。哎，怎么会，我原本打算先和小红一起送你，我们再回家来着。小红，你去外面换衣服，换得怎么样？啊，好。等我一下。好吧。小红呢？蝴蝶姐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拍电影呢？拍电影？我可以吗？当然了，最近啊，袁牧之导演有一部新戏，叫做《马路天使》，我觉得你可合适了。回头啊，我推荐你去试戏。谢谢姐姐。小红。哥哥。哥，你怎么拿着箱子呀？你又要去拍电影了？这个箱子是我和你蝴蝶姐姐路过百货公司时给你买的，这箱子哥送你。哇，好漂亮的箱子。哥送你这箱子呀，是希望它陪伴你的艺术生涯，陪伴你走南闯北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。哥哥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一直带着这个箱子，让它永远陪着我。